吓死人了！吃慢一点了，让我们肚子饿，就讲要吃。谢谢。你干嘛不回家，到处在别人家住？ 我如果说我是为了苏珊娜才跟我爸吵架，你信吗？我当然信啊！你这么喜欢苏珊娜，说话的时候看着我。哦。 我早就跟苏珊娜说清楚了，可是我爸就是不信，一直觉得我就是为了苏珊娜才跟她吵架，所以我就觉得很烦啊，懒得回去了，免得看到她又跟她吵架。不过你不回去，情况只会更糟而已啊。不然你有好办法？有啊，不过你得照做。 我跟你说，你就早一天啊，约你爸出去吃饭。